喂，睇紧戏啊？食咩？饮唔到喎、啊。哎 ，WhatsApp 讲啦，唔讲啦，拜拜。讲嚟戏院睇戏定睇电话啊？咁中意睇部电话，懒翻屋企讲啦。咁中意啜啜啜，除埋衫啊笨，落楼直行转左右钟啊，好行唔送啦。好香。先生，你食泡谷我都忍你啦，拎个海底捞出嚟，夸唔夸啲啊你？唔誇，海底撈股價跌得仲誇。受到疫情打擊，公司早排就發盈警，預計2020年純利最多會大跌90%啊！多間機構下調目標價，股價從2月份到依家回調幅度最多已經有30%啊！但係隨住疫苗嘅出現，已經有大行預計內地餐飲業會喺今年年中恢復翻正常嘅水平。加上第一季係火鍋傳統消費旺季，公司嘅經營狀況有望進一步改善。看好海底撈的股價見底反彈，可以參考以下的論證部署。小編提提你，除了健字飲水、健字早瞓同埋健字讚好啊，仲有留言同埋分享，記得撳埋樓下個鐘仔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